86版的《西游记》哦。哦。那主题歌里面的一段，你挑的担，我牵着马啊。嗯。您是说孙悟空来过这里？啊，孙猴子来过这里啊。下面还有猴哥戴紧箍咒，白龙马出水都在这边拍摄。哦。86版的《西游记》哈。你有玩过黑悟空吗？对的啊。黑悟空，黑悟空吗？那个是真假美猴王哈。对，这最近的很火的那个。电脑游戏，原来是电脑游戏啊！这个不简单，这个会玩哈，比我先进多了。我是看新闻看的，你们看新闻，你们最近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年轻人。那个黑悟空一，第一天上市就400亿人民币。对，是那个是对，那段时间很厉害。现在我们这个。我在关注那个新闻啊，说那个有抓到什么那个中微子啊，中微子，地下700米，中微子，中微子哈，我们的领队跟副领队是不是可以？前面就正式开始了，各位。那 OK。等一下我也会帮你们照哈，等一下背景哈呢，我也帮你们照。好。好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各位，前面就是九曲十八弯的第一个弯喽。第九区。第九区第一个弯。十八弯才。每个区都有两个弯。嗯。对，这九区十八弯。九区十八弯。它真的是九区就是。从第九个区第一个弯，我们倒着游，从九开始，九九归一。嗯。然后。前面两艘感情很好。第一个区第一个弯，我们叫 number 弯。慢慢欣赏武夷山的精华，在九区，九区的精华在竹排。说游客们不坐竹排，武夷白来啊！说的是，坐舟观景，嗯，就是抬头可观山景，伸手可触清波啊，两耳可听水声，一股窃窃私语的感觉哈、就是告诉游客们要把时间放慢下来，对，漫游很短暂的。要享受生活，活在当下。左边那个山峰叫白云峰，白云峰白云深处有人家，上面一个寺庙叫白云禅寺。好，那是一个寺庙，各位比较简陋，但也历史悠久了。明朝一个旅行家叫徐霞客的，有到上面一游。哇，这个寺庙所以时间很长了哈，至少有几百年哦。那右边这些平平，白云深处。也有名字吗？对，依山傍水远黄华，无为不作俗尘事，清煮岁月慢煮茶。这徐霞客写的。这是我写的。哎呀！不会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？不，我这个是原来是在办公室上班的，被搞下来了。犯了点小错误，这么开心啊！全长是9.5公里。9.5公里，大约要一个半小时，90分钟慢慢游，抬头可观山景啊，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微微青山两岸走。左边很多鱼，各位嘉宾，左边很多鱼。这里就进入第一个区了哈，九区，九九龟啊。这边有个理学大师叫朱熹啊，对，理学时期在武夷山讲学著书将近40年。他会讲学，还会写书啊。他祖籍是江西婺源的，归福建的，不是这里人，福建啊，是江西了，江西的，以前叫徽州，对，徽州的啊。但是武夷山也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人啊，北宋年间的一个叫著名的这个啊。词人，婉约派词人柳永，柳永啊，原名叫柳三变，柳三变地道的武夷山人，柳永，他是武夷人啊，武夷人，原来我们这里叫崇安县的，对，崇尚安陵的地方，后来改成武夷山。柳永的词写的非常，最经典一首词叫《雨霖铃》，这首词有102个字哦。左上方青蛙嘴。那个叫青蛙嘴，像青蛙的嘴巴，有点像。
这只青蛙修炼了一千年，它会开口伤人呢，伤害过往的行人。后来玉皇大帝派下雷神把它下巴给劈了。上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时候一到下巴炸掉。三分的形象，七分的想象，越想越像啊！旅游全靠导游啊，导游全靠吹牛。没人吹牛，远看大石头，近看石头大。天空也很美哦，非常美，很美哈、哦，蓝天白云，青山绿水，一叶小舟啊！再来一壶茶，那多好。是。小浪，最好是，因为它转过来刚好流向冲过来的。我们这种大岩石叫丹霞地貌。丹霞地貌。属于红色的沙砾岩。丹霞。奇树丹崖未可攀。没有，我还比不上你。我现在还在想你刚刚讲那个雨霖铃、啊、雨霖我读过，但是我一直想不起来起头怎么起。那我背给你听一下。好、哦、长长七切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，都门暂隐无绪，留恋处，兰舟催发，执手相看，泪眼尽无余孽，念去去，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，楚天阔，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冷落清秋节，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晓风残月。对，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，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。不错，又这么好，我们今天遇到知音了，知音了哈。那晚上请你们喝大红袍。那六颗斩的吗？啊，不，那个喝不到。那个我就想说，你要说是的话，就说吹牛。对，那吹牛，喝不到，大哥，喝不到。那个茶树，那个、是母树大红袍，喝不到的。左边远处三座山头三仰峰，最后的山头是景区内的最高峰，海拔有717米，抬头仰望东方。目前没有开发出来，这是景区内的最高峰。仰望东方哈。这里就九区的第二个弯了，各位嘉宾。右手边两块重叠的石块叫汉堡包，这个英文名称叫 hamburger。 上面长草，中间花莓，所以称为草莓味哦。有的老前辈说像农村人家里磨豆浆的石磨。太漂亮了。这里是麦当劳标志 M 啊，广东人叫金拱门。做生意的老板称他为金元宝。这样的大元宝。文人墨客叫笔架商。以前文房四宝中，割毛笔的笔架。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象，不同的见解。曾经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郁达夫的，也在武夷山写了一首诗：武夷36雄峰，九曲清溪尽不同，山水若从奇处看，西湖终是小家楼。他把他家乡杭州西湖啊，比如是小家碧玉，小家碧玉，说武夷山是大家闺秀哈。郁达夫先生，文学造诣也是很深的哦。听说郭沫若也是说这里啊，对，郭沫若也在，对，郭沫若也在武夷山也写了一首诗啊。这个你们手机百度上也有啊。这首诗的名字叫《游武夷泛舟九曲》。郭沫若先生这边写的这首诗是个比较有好几句啊。你老公也可以来这里。对，游武夷泛舟九曲。可以来，他没那个体力。哎，他一穿这个关键字打。对。
我们就不知不觉就快要结束一个区了，九区的右边的石壁上刻着。边上每一首诗都是朱熹老人家提的，《九曲棹歌》啊，朱熹老先生在每一曲都提了一首诗。要不要？要不是有他，我们也不用背的那么累。啊，对，要这每一首诗都要会背的啊。这个角度看，这个笔架山有人说像一只趴着的骆驼。对，啊，驼驼前面还想是个头哈，而且是中国骆驼，双峰。哦，水急。这里距离源头有多远？这里源头有60多个公里，上有一个主峰叫黄岗山，啊，海拔很高，2158米。向下一直流到哪？这一直流到福州闽江。哦，接闽江。闽江，从刚刚我们那边啊到终点站落差多少？大约13米多。这样非常好。这么长距离是吧？当地人叫这个漂叫奶奶漂，老少适宜。前面的技术比较难，还是后面？后面，这白鹭都有，是一只一只的。哎呦！小白鹭。我们这些石头上都有好多个洞，这些洞是怎么琢磨出来？除了您之外，还有其他工友搓，还有人很高哎，搓的洞非常高，看那上面高的时候也撑出高的洞。那上面也是有人吗？在爬呀。水位高的时候，你们对这一块有一条小道叫九曲步行道，从这边来。那野人哇，野人，那是攀岩吗？那上面一个，那块岩石叫大象的鼻子，象鼻峰。对 ，yeah elephant， 啊 ，elephant nose， 哈，这是一只公象，各位，母的在广西桂林。这些来说是户外运动，他们背包客驴友。你以前在外商公司啊？对，玩背包客驴友，各位，他们喜欢他这种户外到处去攀攀登登的。嗯。真的有人？对，那边是没有开发的，各位。他们私自自己去登的，没有开发。这里有没有禁止攀岩？没有开发，各位。应该是有禁的哈，我的物价有的是水的。杭州有锁哎，听说。有啊，有。没有锁。看到锁这么八大的有的。这个大象的鼻子哈，有人说是公象，他头上戴了一顶绿帽。因为草啊。绿帽不怕戴，只要丢得快哈。看了三个人，有三个吗？我是看到三个人，两个白色的，一个红色。对浙江人会来抓去一种做这个健康的保健品，叫中华鳖精。这个角度看，好像头伸出来了，大家看，好像大龟背小龟，王八背乌龟，两只龟屁股后面几个蛋叫乌龟王八蛋。你们要说回首望金龟啊，千万不能说回头看乌龟的啊。你说回头看乌龟，回头看看后面来了一大堆。你太适合去说脱口秀了。要从右边开始八九啊，因为古代是这样过来的。古代的书也是哈，一字成行啊。啊，对，古代的书也是从右边后面开始读的。右边开始读八，不管是竖的横的，都要从右边开始。八区了，这里第二个区哈，
左丝右向道，这个大象这块叫卧丝，一条卧丝，左丝右向，丝向把水口，风水不外走啊。哎，啊，嗯。